妈是不是无钱啊？都无利用价值啦，都无需要你的关心嘛。把这间厝摕去银行借200万给我，我以后绝对袂甲你相欠这间厝。啊，这做代志哦，就爱看家己有迄个能力无。啊，别人就爱有别人的款啊。有啦。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去开会。今天要开会？我约了几个律师替我补习，你也一起来听。那你想玩什么？看电影来，手机看电影不看，也不看啊。那你想玩什么呢？想睡觉。哦，哈哈哈哈，睡觉好。很久以前，某一个瞬间，泛黄相片却又像昨天。尽管物换星移，细数当年，记忆停留在最初的画面。韶光荏苒，青春已苍白，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我现在出来对我安怎无？真好啦，啊无欠水，啊无欠电啦，啊只是吼、哦，外面的风雨足大个啦，啊不过吼、哦，厝内底吼，啊甲外面吼、哦，拢准备好势啊，啊食的嘛无欠啦，啊你病好无？阮家吼有中央山脉冻着的，啊台中吼无啥物风雨啦，啊我已经有准备泡面啊，搁香鸡饭啦。啥？啊搁食泡面哦？啊！你若是会当搬来台中跟我做伙住，我就唔免食泡面啊，我就会当吼食着你的爱心便当。好、哦。啊！我手断去，你搁要叫我煮哦？无我煮啊！哎呀，叫爸爸煮啦。免免免，我家己来煮，我家己来煮。你讲的哦，安尼我等你哦。哦，莫搁予我哦，等下安尼无消无息哦。好啦，啊，做人要成功哦，就爱忍耐。啊，是安怎啦？哦，可能哦，迄猪头倒了，把花盆啊拱破去啊，我惊一个。你放心啦，迄厝尾顶哦，无去让风台咧吹走哦，就真加载啊啦。哎呀，啊，有啥物代志哦？马上打电话给我呢。啊，厝若是真正倒哦，爱莫走出去看呢，爱找所在避。哎呀，有啥物代志哦？等风雨过去了再搁讲吼。我知啦。好啦，拜拜。
你是怎么了？从今天见到你开始就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没有啦，昨天没睡好，有一点失眠啊。有明显啊？那倒没有，掩饰的不错。但是我观察入微啊。为什么失眠？工作上的事儿，说出来我跟你参谋参谋。工作很顺利啊，家里的事啊，需要帮忙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爸和我妈有点小脾气，沟通一下就好了。但我相信这是一场耗时间的耐力赛。待会儿顺便带两包咖啡豆回去吧，虽然帮不了你失眠，但可以让你工作的时候精神一点。宴宾亲自烘的豆子也是他调的？那可不行，那是宴宾对你还有曹妈的孝心，我可不能要啊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喝茶，你曹妈让我过来拿豆子，其实不放心儿子，要我过来看看他们开店顺不顺利，怕他们有什么状况只报喜不报忧，又怕他们为了创业疏忽了照顾身体，这些关心他自己又不敢说，怕给他们压力。余晖的关怀吧，母亲对孩子的爱总是润物无声的。啊，对了，曹爸，我问你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当初你邀请奶奶一起住的时候，奶奶是不是也不愿意啊？是啊，所以我才特别请了雅妮来照顾她。毕竟我也不放心她一个人。我们做子女的，对父母的爱也是润物无声。那后来，你是怎么说服她的？没有，没有特别说服，我就买了地，盖了房，顺理成章的把她接过来住了。我知你的宿舍袂歹，啊，不过敢那讲吼，迄拢毋是家己的所在，迄大概袂自在啦。啊，人咧讲，迄金窝银窝，无比家己的狗窝。我懂了，先斩后奏。什么？哎呦，没有啦，就我想邀请我爸妈到台中跟我一起住，可是他们不愿意。他们就说宿舍不是他们自己的地盘。我后来想一想，我手头上有一点钱，我就先去付个头期款，然后买一间自己的房子，邀请他们过来跟我一起住。他们跟儿子住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就不会这么抵触了。挺好，我知道啊，你一直有这个孝心，想要让父母过好的生活，但也不要太勉强。要是爸妈真有自己的想法，要懂得尊重他们，毕竟啊，孝顺孝顺，要孝就得先顺。我知道曹爸，我会好好沟通的，毕竟我是邀请他们过来一起住，哎，又不是把他们绑架过来。我就这么多一句嘴吧。这个世上啊，有一种负担叫做因为我为你好，所以我替你做决定，但这种啊不是真的替对方好，这叫做一种情绪勒索。我懂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对，曹主任，你的意思是说要找律师来过这边做演讲，然后也可以帮助这些失智症老人他们的家族做諮商。很多人不了解失智症老人的裁判分配有没有效，病情严重呢，连去个邮局提个款都办不到，那他账户里的钱该归谁所有呢？这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的。我跟几个有志一同的律师啊，想办一个讲座，请大家都来听，一方面了解失智症的症状，二方面可以保障自己在法律上的权益。讲我明白了，那就从我们这里先开始吧。好好，如果你要找场地的话，没问题，我来处理。后续啊，如果要办宣传的话，哦，也交给我，绝对让你无人场。好，那你就多费心了。没问题。
告上面老出来老保的红包，这怎么就更老就不能了？各位阿伯阿姆嘛，要得讲的吼。你若有任何啥问题吼，尽量请教你师姐吼，这拢是咱的权利的吼。曹爸，苏里长真是热心帮忙。嗯，找他合作算是找对人了。他这个人做事向来不拘一格。听说前一阵子还组了社区篮球队，还弄了个什么蜈蚣阵，准备挑战金氏世界纪录。成功的话，漳州社区就要扬名国际了。他这么做啊，也是想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，才会这么劳心劳力。曹爸，我总算明白你说的野火燎原是什么意思。哦，每一个保养班就是一处在地野火，只要火苗够多够旺，成效甚至比在医院开设法律门诊还更好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在意医院有没有开设这个门诊了。哎，还是要在意啊，毕竟野火没办法长久，随时都有可能被熄灭。如果在医院里面设一个这样的门诊，那所有需要光明温暖的人就知道到哪里去取火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成效好就忘了我们最终的目标。钱出去什么时阵要提底啊？你别搞拖哦！你一天无把钱提出来，我逐天都来来问。非得我这样无工课，时间真济啦。你有听无？你回来对我好啦，我要去邮局办一挂代志，妈都给你顾啊。啊，冰箱吼有一挂过年，你再家吃啦。妈，我等你哦，就回来哦。你别找我。妈在这家，我没想要跟你吵。你若再烦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那不是你找律师办什么监护宣告，我敢输啊？跟你啰嗦？非得这样不把事情讲清楚，我别走。妈，你干嘛要吃过年啊？带伊来夹头鬃了？无啦，阮哥啊，今仔日回来要甲我提钱，我着顺势看到阮妈，我就讲：欸，你来照顾，我有代志我先出去。真正，曹爸讲了无毋对啦，我应该哦爱放手，互阮哥吼，甲阮妈去培养感情的。嗯，我家己嘛爱学会晓放手，去相信阮妈，毋是无法度离开我。安尼去哪里洗头？免钱，来。真假啦？真的啦，来。妈，妈，那吃过年啦，吼、哦，来啦。那你侄儿唔知在创啲什么过年来啦，来啦。啊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啊。这唔知什么物件，把你嘴较开的吼，来。哎呦，嘴较开的啦，来，较开的啦，哦，嘿，好来，较开的，较开，你较开，哎、欸，
哦，你较贵的，你看，哎，百家呢？哦，小等下吼。我跟你讲，你啊嘴较贵的，啊，无拢百家贵辛苦。哎，拢啊衫拢湿啦呢。哎，来，嘴较贵的，来，嘴较贵的。啊，你也知影，我平常时啊，足拍拼的啊。啊，就是哦，最近哦，拢有天拢一直足歹。哎呀，谢谢。妈，妈，妈，你告诉我到底要怎么做？你那么操把我的三九十七的我妈妈呢？尽管无欢喜，真是的，细数当年，记忆停留在最初的画面，傻光荣，青春已苍白，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握现在。很久以后，是否还记得年少的梦，忧伤与欢乐？如果不能回头，能否稍作停留？只想守护着你，算不算奢求？很久以后，如果还记得曾经的你，单纯的笑容。如果岁月的河能够就此停格，回忆留下，我不带走，不带走，不带走。学姐，这个资料都整理好了，请你帮我检查一下。小秋，你也来这里半年了，你还没什么不懂的想问我？没有哎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我觉得你做的都很好，你已经可以完全胜任了。不用在每件事都战战兢兢的问我。你是学姐嘛，当然要听学姐的啊。喂，生日神童星你好，我是小秋。嘿，没啦没啦，我叫你失智症中心嘿。已经站了一分钟了，有事吗？我想离职。
去哪儿？我想自己创业。去完成你那个梦想。嗯，我想加入共同照护中心，在大潭成立一个据点，自己担任负责人。做据点的负责人呢、啊？嗯，也兼任护理师。这样一来，你要跑前线，还要做后勤的管理，很累的哦。不过也好，多一些这些共照的据点啊，像朱神爸还有李武雄妈妈那样重症的患者，也能够得到居家照护了。我们的失智症中心呢、啊，是在医院的体制里面。所以有的时候想做一些事情，限于医院的规范。虽然资源多，难免有的时候绑手绑脚。嗯，至于记忆保养班，能去上课的都是一些轻度和中度的失智症患者，同样不能照顾到重症老人。我想到那些因为病情加重而被迫离班的老人家，就觉得很舍不得。创业不简单哦，资金也要不少，想好了吗？嗯，想好了。钱的部分，虽然我现在只有起始资金，可是我会写计划书啊。医院各管事的工作，小秋也都上手了，现在万事俱备。我如果还眷恋着不往外飞，我怕我之后会失去勇气，想越多就越畏首畏尾。等老了，就只剩下后悔。也对了，但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。我会是你第二颗粽子，我不会让傅老大专门于钱的。现在你在帮草爸开车啊？哦，我只是负责开车而已，没有办法帮草爸太多。听说秋马也是从开车开始的。我没有学姐那么厉害啦。大家都是摸索出来的。哎，林医师啊，这个林氏的族谱都是你整理的？是啊，我费时三年了。我觉得人啊，一定要寻根。了不起啊！对了，曹医师，那个秋满他自己创业了，筹备了很久啊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。开始的时候资金不足，能租的场地也很少。虽然有政府的资金补助，但每一分钱都得用在刀口上。毕竟呢，今年能申请得到钱，明年不一定。我唯一能帮忙的，就是把重症的患者和家属都转借给他。要做好事，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。哎，我看中午的伙食改善了，你的负担又增加了吧？没有啊，之前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懂得找资源。现在大家知道我们需要帮忙，他们都会伸出援手。就像佛经说的，愿力。想要成就一件好事情，就凝聚大家的善意，一起帮你成就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啊，失智据点的经费是由卫福部全部支出的，那光山的部分是由中寮大庄的关怀协会大力协助。
慈济基金会也会帮忙，每个礼拜四给何美姬一班共餐，我只要提供赏励就好，跟各个部门集中协调。恭喜了，我只是啊尽己所能，但求无愧于心呢。这次来啊，还要跟你商量能不能借个场地，我们办一下法律讲座。这样哦，实在有够好。对，这款今麦外口卖三千，啊，我是为工厂进货，所以会当拍五折，千五。对折哦。对。你要背包卡起来，创啥？我不知呀。真好的，真好的。创啥的？卖贵啦。嗯，他去，伊拢是骗的，伊拢骗人的。哎呦，你唔知啦，知我好咧，你知无？哎，我问你哦，还有啥物无？这款啦，这款会当有啉的。这款哦，会有啉的，会当过筋骨。一定讲对过筋骨。嗯，有，有有，你传来的我有看到，对，好好，那你就跟他们先联络一下，嗯，好好，有什么问题再说，对，嗯，好，啊，对对对，明昌啊，嗯，啊，我等一下打给你，明昌啊，等一下，哎，啊，阿仁姐嘛，我妈不是跟你运动，啊，你哪走来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进去跟你母啊叫回来。啊，无店遐咧，我白买物件。哦，不要紧啦，我会赚200块出门尔，伊想要买啥就会买啥啦。什么叫200块？迄药啊吼，拍折落来，啊，搁1500块呢。什么药啊？哎呦，啊，就一个少年啦，咧卖什么什么保健品啦。哎，讲唔免先付钱啦，但是要签合约哦。迄合约若签落去吼，迄药啊若到位，啊，你再付钱就好啊。这听起来敢那是骗人的呢？当然嘛是骗人的。哎，少年啊，你讲到安尼嘴角全破，你该想看卖啊？今麦哪有迄款的仙丹？迄哪有遐尼好的仙丹？医生馆都免开啊！我看吼，你也是家己母啊叫回来啦。啊，若无合约若签落去吼，你就知影诈骗集团哇厉害的呢。到时你若唔付钱哦，伊告到你财产拢无去。就爱看医生就这个材料啊，来啦，坐啦。好。哎，你头先讲的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嘛知我妈妈失智啊，我惊伊用骗哦，所以我才来办那个监护宣告啊。啊？什么啊？就是讲我妈妈即马所签一切文件，那是无我的同意，拢无效。哦，哇，要是你这做大头家吼，较厉害。不是我厉害啦。是主治病院曹主任有无？伊请律师来甲阮上课，提醒阮吼，爱提早办好这个监护宣告啦，就是以防失智老人去用骗啦。哎，啊，伊唔是医师，啊，佮管法律咯。是啊，所以伊特别辛苦啊。啊，安尼吼，放心啊啦。多谢你啦，兰姐嘛，勿紧啦，啊，剩200块尔吼，伊爱买啥，互伊买啥。对啦，你安尼先讲也是对啊，拢免烦恼着遮个代志。你满意就好啦。确实有必要推广一下监护宣告，只是宣告了之后啊，把财产给特定的子女，如果家里有两个子女以上的话，这个监护权到底要给谁？我怕会引起家里的纷争啊。更不幸的是。如果家里的子女别有用心，我想老人家日子会变得更苦。他想要用钱的时候就不能随心所欲，钱没有被外面的人骗，反而给自己的子女给拿捏住了。我请教过律师了，现在保险帮里面老人呢，大部分都还是轻度失智，意识都还很清楚，所以不用做监护宣告，只要做辅助宣告就可以了。辅助宣告？嗯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老人家签署的合约上，不只是监护人同意才，还有老人家本人的同意才行。这样子女就没有办法随便花用老人家的钱了，而且老人家也不会因为一时糊涂而被骗。哎呀，这个不听哦，还真的不知道啊。术业有专攻啊，所以才要办这个讲座。那老人家如果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到现场，我们会有律师在现场。没问题的，要办几场都没有问题。
我也想要好好了解一下。一个小嘴哦，足适合你的呢，好像像芭比娃娃同款。你安尼若行出去哦，大家一定会学到你足水的，会学到你讲哦，哇，你好时髦哦，走在时尚的尖端呢。教我的查某囝，生作足戆的呢。你嘛生作教妈妈足戆的呢。你别吃饭啦！我入去无入去，敢有差？我感觉这个家吼，我敢参就是外人的。妈家会记得你啊，敢若愿意甲你讲话。啊，最近我无斗三工啊，照顾啊，现几工参就袂记得我这后生同款。你俩准讲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弥补？时间是约袂转来啊！马上需要你的时阵，你无伫的。你才转来几天尔，你都要伊记。有会啊，那你就再努力一点。他有可能转过身就不记得你是谁，但你会一直记得你最后怎么对待他的。你不要等到你老了回想起来，有会的庇护啊！我有多炒几样菜，赶快进来吃饭。
发。保持得很干净，没有感染。我刚才也有检查过，迪顺妈的身体也没有长褥疮。你给阿妈照顾真好，有没有烦恼啊？端仔，阿妈啦，家在有你啦，常常来甲换药啊，啊换尿管。佮教我吼，安那个照顾，安那无我真正唔敢带转来厝会大呢。不会啦，我们应该的。恁这少年一辈吼，拢无了解，阮这老一辈的人吼，就算讲是往生嘛，爱对个厝会往生。啊，之前吼，我都真正唔知安那个照顾啦，所以才佮送去安养院。啊，毋过送去了吼，我真正感觉我对不住伊啊。阿妈即摆有你陪伴，一边感觉足幸福的。无见唔对人，无啦，啊幸福应该是我啦。就算伊讲即马袂讲话吼，啊唔过至少我无变成孤单老人啊，对无？不会啦，那我们先走咯。好啊，无啦，佮扎一寡孙人等伊啦。唔免啦，多谢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。真正啊？对啊，不用了。我顺行嘞吼。好，顺行顺行，好。不错，又更上一层楼了。我上回来你是教学部的副主任，现在兼这个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主任，肩膀的责任越来越重了。这个中心未来往哪里走，能走多远就全看你的了。我要走什么路我已经有目标了，但是能够走多远这真的不是我能够决定的。那目标是什么？我短期而言是想要继续深耕社区，我想继续拓展失智症的服务据点。你的那个法律讲座，还有长照 2.0 的居家医疗服务，都得透过这个据点呢去配合，还有宣传。我还发现，有很多乡下地方根本就没有人会去上网看政府的这些资讯，电视也不会特别去宣传这些政策，真的得靠我们啊一步一脚印的去宣传。我现在已经把据点当成是广播电视台在使用了。你倒是聪明。秋满去开居家护理所也是跟家属合作，弄了不少据点。有据点就是好办事，有好多想法都可以在据点实践。没想到秋满还真的去逐梦了，这梦逐的还顺风顺水的。我本来是想当他的心灵导师，听他吐苦水的。他方向对了嘛？居家医疗是未来必行的方向，这样一做呢，可以免去老人家来回医院跑的辛苦，也可以让家属轻松一点。只不过当老板的心理压力肯定是不小。就算我们不当老板，我们压力也很大。哎，曹爸，我老是看你往外跑，你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在纾压？嘿嘿，那你是误会我了，我往外跑是因为我倦了。坐在诊间里啊，给病人看了几十年的病，每张电脑断层扫描的照片都一样，只是严重的程度不一样。开药嘛，都是开那些药，我实在是倦了。人就不一样了，你看，同样是失智症，明昌的妈妈会到处串门子，春花以前会骂人，水牛伯到现在不肯承认自己有病，所以我不喜欢坐在诊间里再看病了，我喜欢走出去看人。好了，回去吧。干嘛呀？
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哎，我还希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别老跟着我的脚步，什么时候让我也跟在你后边啊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嘛。我的下一步啊，打算弄绿天使啊。哎，这得去找苏里长了，快，咱们就赶快走了。拜拜。各位的工作是最亲近民众的，也最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。我们做医生的虽然想照顾老人，但是没办法广及到每一个角落，所以关怀老人的最后一里路啊，就要拜托各位了。在送信的同时多问一句，你好不？如果发现老人家有不对劲，赶快跑来告诉里长。如果大家太紧急的话，要记得哦，先打110或119。我们医生啊，护理师都穿白色的衣服，所以被称作白衣天使。你们工作的重要性不比我们低啊，送暖到家那是绿天使了。以后就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在地的老人家，好不好？好。想不到这些医护士，平常除了送信以外，还要肩负了最后一路的重任。人的价值啊，是靠挖掘出来的。说什么我只剩这点能耐，我才不信呢，那都是推脱之词。有没有能耐，那看自己愿不愿意承担。这些邮务士啊，我相信是可以被托付的。挺好的啊，代表他有危机意识啊，还知道遇到危险得叫警察，这多是让人省心啊。这要是肯乖乖洗澡，那才更省心呢。现在每天帮妈洗澡跟在打仗一样，幸好我们住的是独栋，不然呢被别人听到了还以为我们在虐待老人呢。要是帮妈洗个澡，弄得警察真的来上门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那不是也挺好的吗？表示咱们的邻居都很热心，不是冷漠的人呢、啊。这个社会不正缺了这种勇敢正直的人吗？有其母啊，必有其子。这冲击哦，给我炸了，还有这台垃圾哦。哎呦，这唔免啊，才去大几工啊，你炸这要创啊？哎呦，该炸死你啦！哎呦，我拄搬入去尔咧，哦，就这物件未传好咧，该炸去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哦，我阁将上重要嘅物件爱炸啦。啊，是啥物物件啊？我去电风啊你。电风？电风？啊，讲真实啊，你是安怎哦？要炸电风扇啊？我要吹啊，遐就有安冷气啊。哎呦，要吹冷气对身体无好，吹这电风较好啦。哎呀，若是要吹电风哦，去遐才买嘛。哦，迄无同哦，这支电风吹出来风哦，我较惯习啊。好啦，坐啊坐啊。哎，迄门啦，迄门爱关啦啊。我来关啦。你有白头发，你也白头发。我是老奶奶。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，把失智的观念推广到小学去。家人是最亲近的，最能够及时发现老人家的情况。其实我觉得你的父母不是在替你着想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在田里工作能够自得其乐，
我先说啊，我可不想退休啊，到时候你们不能逼着我去养老啊。一百啊？对，不好啊，太久了。你要多陪我几年。好，好，好。静华哈，他跟我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啊，从国防学院我们就在一起教他，以后我到了花莲，他也跟着我到花莲，又一起到大林慈院，这一路上啊，我们师徒两人没分开，啊，那么我在从事师资的这个关怀，他也非常的认同，跟着我走。如今啊，他能够到台中慈院，也开始从事师资的关怀，这点让我非常安慰啊。我们彼此之间真的如同父子一样的美好的师徒关系，就像是开枝散叶一般的发展出来，让我感觉非常的安慰。牵着你的手，像花和